你吃小人，你吃小的。 谢谢你啊，等会儿我把这些下去。好，这里最后去给你放一个。妈妈，哎，妈妈，你没有打湿的。菲力。 昨天我们不是跟小曾哥我们一起说开油坊吗？老杜他有点不愿意，他有点不敢。你怎么看？我可以啊，我相信你。其实老杜不敢做，我也能理解，因为你们回去花了很多钱，马上又要盖房子了。我是敢折腾，啥都敢弄。小曾哥他其实他对线上这块不是很看好，因为他之前 做了一个八百七十万的粉丝账号，后来也赚不到钱了，也没有赚多少钱。我觉得开油坊可以，我们想当年的油坊生意现在赚钱了，我觉得你和小曾不会骗我。不是骗不骗的问题，因为做生意有赚有赔，你愿意开，老杜他不愿意，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你们两个闹矛盾，知道吧？ 开油坊肯定是不会开给我拍视频。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三个人都是一起的。慧玲，这段时间让小曾哥先去跑开油坊的事情，你们家不是盖房子吗？对。我给你拍盖房子的视频，然后等油坊那边能赚钱了，老杜看到了，放心了，然后你再把钱放进来，我们一起弄都可以，老板的位置随时都是你的。 老板，哎，你看外面在下雨，你家里也在下雨，<笑>你吃的最好了。<笑>今天给我姐姐做肉肉吃呢，我们开了面吗？啊，好的。<笑><笑> 嗯，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妈妈给你煮肉肉吃。哦，煮肉肉。嗯，我好喜欢吃肉肉耶。嗯，那你多吃点吧。好的。
还没吃饭呢还你还没有你吃饭了没有我吃过了你尝尝肉我不尝我不尝哎你尝我不尝我不尝哎就不信你不喜欢我我喜欢你啊我不喜欢你我来喵你喵你的好吃的嗯真香好好吃啊没有没有你自己拿，自己拿。好看吗？妈，哎，怎么了？烫啊！你自己拿。来。哎。在衣服里面，嗯，肯定是怕烫。老五，吃苦了。等一下我给你拿完啊。好香啊，这个好不好？饿了，饿了，马上就来。我把这个鸡蛋留给你。行。